作为占据中国市场多年的老品牌奇瑞，凭借着较高的性价比在国内占据了一席之地。可以说作为国产汽车，奇瑞的很多产品都可以算得上是白菜价了。当年最火爆的一款车却被奇瑞放弃而停产，众人都发声要再产。它就是由宾法设计的奇瑞 A3。 08年的奇瑞 A3 问世时，在汽车行业内也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将全自动焊接和一次性冲压技术结合铸造车身，据说奇瑞 A3 的漆料堪比宝马的 PPG。 Actico 发动机是由奥地利 AVL 公司与奇瑞的合作产物，只可惜由于种种原因，这款汽车在末期已经是跌至60000元的低价，而奇瑞也因为众多因素而放弃了对这款车型的再度研发。虽说10年前的设计理念在今日看起来是比较落伍的，但是在当时奇瑞 A3 的设计理念却已经是相当超前的。首先就是当年比较流行的圆形车灯，还有侧身的五辐式轮圈，以及比较吸睛的 V 字形设计，呈现倒梯形的两道棱线，还有线条凌厉的腰线，圆润性感的车尾等，这在当时都是很时尚的设计。 ESP 的全套配置在当时是十分稀少的，前后盘刹、遥控钥匙、铝合金轮毂、后视镜电动调节，这些配置在10年前的汽车配置当中都是相当不错的。空间上比较狭窄，这可以说是奇瑞 A3 的一个缺陷了。虽说奇瑞 A3 已经停产，但是另一个高颜值系列的奇瑞 Exceed TX 已经出现，我们一同期待它的变化吧。